美丽家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娜扎。女，金牛座，然后可爱。小名娜娜，因为叫娜扎嘛，然后其实外面很多人可能觉得叫娜娜更顺嘴一些。充电器，然后眼药水、唇油。眼药水的话，可能有时候没精神了，滴一滴眼睛就可能会好一点。然后唇油是我特别喜欢舔嘴，所以抹唇油的话就可以一直让它滋润。吃辣椒。交换的话，哆啦 A 梦吧，因为哆啦 A 梦的口袋里有很多新奇的东西。然后比如说，如果我现在是哆啦 A 梦，那我需要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来就有了。或者我现在想吃什么，想去什么地方，它有各种各样的机器，就是感觉很高科技吧。小时候的偶像赫本，其实现在的偶像也是他。其实有，我怕我说了你们听不懂。茶包我生活中喜欢吃那个茶叶包，但其实对身体应该不是很好。我吃的那个有点上瘾，然后有时候掉了我都会觉得好可惜。这样就是那个泡茶不是有一个纸包吗，里面有茶叶的那个茶渣，我就会对那个有一点过上瘾。